小朋友们，小猪佩奇和伙伴们的眼睛都看不见了，我们要帮助他们选择正确的眼睛才行。第一个呢，是小猪佩奇。第一 First 他的眼睛应该怎样选择呢？不对不对，不是这个。这个也不是。哇哦，答对了。第二个咯，这个是爆笑虫子。第二 Second 错了错了。哎呀，不是这个。答对了。第三个是斑马苏怡。第三 Third 那他的眼睛在哪里呢？错了错了，怎么又错了？太棒了，这次终于答对了，耶！第四个呢，是海绵宝宝。第四 Fourth 好像不是这个。答对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帮助佩奇和伙伴们选择了正确的眼睛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喜欢我们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